学，大家请坐。现在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学习。那六祖在这里底下就是说，诸求二圣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寄，六十二见本。那么对于二圣人，就是指声闻缘觉二圣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寄，六十二见本。这里就是讲到对于小圣人啊，就是声闻缘觉，他也是一样有这个迷惑，他也迷失了。对于这个二圣人啊，就是阿罗汉跟这个辟支佛啊，他以为是无作，他认为应该要无作，就是不去造作，也就是不去做功德，不去求涅槃啊，这个也是属于情见啊，就是说尽属情所寄，这是情见。情见就是情事分别的知见。所以尽属情所寄，这个寄就是分别、嫉妒、计较跟度量啊，有这些分别心啊，那这些就是六十二见本，它就是六十二种邪见的根本。那这六十二种邪见就离不开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蕴。五蕴就是它是离不开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啊，也就是说对于二圣人，他还是迷于五蕴里面的而产生了六十二种错误的见解啊。那关于这六十二种错误的见解，各位可以翻到书经本208页，这里最后一段有告诉各位什么是六十二种错误的见解。那这六十二见是外道的邪见，它是以五蕴为起见的对象，它还是以五蕴来做中心啊，来开发出来的依照它的色华跟心华为根本啊。我们都知道色华色受想行识，第一个是色华，再来
受想行识啊，就是他的心法。那这六十二见，六十二种邪见，它是以这个五识啊为这个六十二见的的这个起点呐、啊。那这里它是以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等五蕴法为对象，它升起了起这个常跟无常，异常异无常，非常非无常等见啊。所以这个由这个五蕴啊推展成这四种见四种邪见啊，五识就成二十见啊，就推展成二十种见。然后它也是以色受想行识等五蕴为对象，其有边际无边际，亦有边际亦无边际，非有边际非无边际等见，这样也是二十个见啊，连上面的加起来已经有四十见。然后他以色受想行识等五蕴为对象，他起这个有去来无去来，亦有去来亦无去来，非有去来非无去来等见，这样加起来又有二十个见，连上面的四十个见已经有六十见，此六十见又加上根本的色心二见，共成六十二见。所以这六十二见是外道的这个邪见，都是从五蕴来推展出来的邪见，而这些都是妄力虚假名啊，何为真实义啊？就是说，这些邪知邪见的种种论义啊，这六十二见啊，它立种种的这些名目，殊不知全是虚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连二圣人都如此啊，那何况对于凡夫外道，更不必说了。所以在这里，唯有过量人啊，通达无取舍。这里讲的过量人，当然就是非常人啊，这是指的是佛跟这个大菩萨这样的人，他是真正通达涅槃的真实义啊，所以他能够在一切法里面没有取舍啊，就是他对于诸法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诸法一切通达，但是在这个一切法里面，他没有
取舍，就是说，对于这个生死涅槃，没有取也没有舍，他既不取涅槃，也不舍涅槃，晓得生死跟涅槃是一不是二。所以，在底下就给我们说明了，说已知五蕴法，即以蕴中我，外现众色相，一一音声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这一段就是圣者的见解呀。五蕴也叫做五音呐，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个对于宇宙万有，色法跟心法，色法是一切的万物啊，就是色法。那心法就是我们的受想行识啊。那这个五音呐，也叫做五蕴呐，蕴有蕴藉的意思啊。那这个翻成五音，音它是有盖覆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烦恼的意思啊，在里面啊。那这里面啊，这五蕴啊，色受想行识里面，这个色啊。色里面包括了四大，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地、水、火、风啊，这四大，这一切的万法都是由这四大所集合起来的。我们在学术界的名词，它叫做物质啊。物质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色法，而受想行识这四类是属于心法。那我们今天称之为精神。所以这个五蕴就是包括色法跟心法，对这个五蕴法以及这个蕴中我，讲到这个我，这里在这个从这个小圈圈来讲，这是说的。我执啊，蕴中五蕴中的我执啊，那在大圈圈里面就是包括了这色法跟心法，这就是法执啊，五蕴中的我执跟法执啊，所以。我们在迷的时候，这就成为这两种执着啊。那悟的时候，执着就破了。所以，清凉大师告诉我们说，
当你一念不生啊，那么前后即断。当你一念不生啊，你没有任何妄念，妄念不生，这是所谓的无念。当你无念的时候，那么你前后即，即是讲这个时间啊，就没有过去跟未来。那么啊，这个过去未来就没有了。这时候呢，就照体独立，物我亦如啊。这一念不生啊，也就是念佛人所讲的一心不乱，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就能够看出宇宙人生的真实相。因为你一心不乱，你就明心见性了。嗯，当然你就能够看出宇宙人生的真实相。此无人修学所证之一真法界是也。所以到了这个一真法界，那这些五蕴所生的这些法都不是真实的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五蕴里面的色华跟心华，色华就是物质，心华就是精神。一切色华，一切万事万物啊，它的这个基本的本质是一样的。由于它的组合不同，所以才产生的森罗万象啊。它的这个本质就是色法。那就像说我们物质它的根本的粒子就是啊原子，你再把它分细一点，又可以分成质子是带正电的质子，还有电子是带负电的，还有这个核子啊，它是中性的。一切物质都是以这个基本粒子组合起来的，那所以产生各种不同的万象。而这个色华跟心华是同一个本源啊，因此它是可以互相转变的。因为啊，我们可以说物质是色华，那么精神是心华，也可以说啊，它这个色华里面有这个心华，心华就是它有它的能量。所以色华跟心华是同一个本源啊，所以它是可以互相转变的。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一切
事物的真实相，也就是说，已知五蕴华，就是觉悟，知就是真正的清楚了解。你这个五蕴的五蕴华，就是知道这个五蕴华，它色华与心华是可以互相转变的，即以蕴中我，蕴中就是五蕴之中，我是主宰的意思啊。在五蕴里面的我啊，它能够外现众色相，我们讲这个色受想行识，所以它能够外现众色相，它也现音声相。那对于这些色相，对于这些音声，它是平等如梦幻；对于这些五蕴所生的这些色受想行识啊，它是一切是平等的。那一切一切的色，一切的声就事出世间了，没有一法不是梦幻泡影。所以说，平等如梦幻。所以，对于这里不但是六道凡夫如是啊，对于四圣法界也不例外啊。所以啊，你见到了事实真相，你就不会再起还圣的见解了。如果你有凡圣的见解，那凡圣是两边那两边则是谁见呢？就是边见，我们讲的边见。那你要是有这个超凡入圣的这个念头啊。有这个超凡入圣的需求啊，这也就是生死业，这也是谁见？那么，如果你没有超凡入圣的意念，那你就愚痴啊，你是无明啊。这里是讲到这个二圣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你有超凡入圣的念头也不对，没有超凡入圣的念头也不对呀，因为你有这个超凡入圣念头，那还是生死业，那你没有了。这些超凡入圣的念头，那你就是纯守空寂啊，这也不对啊，你是愚痴，你是无明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的凡夫啊，我们的愿要有啊。
有愿，但是你要无心啊，你这个心不能有啊。这个心是什么心？是你有求的心啊，你起心动念啊，说我要来求这个圣人是圣道啊，那你有求的心啊，都是妄心啊。而这个愿呢，是正确的，它是在领导我们修行啊。所以说，愿以导行啊，但是决定不能够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啊，就是不起还圣这个见。这是在人世上生活平等啊，不做内盘结，这是在法门上说一切诸法平等，这样的修学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二边三际断。所以我们就知道两边就是相对的，那你超越了相对这个三际啊，是时间啊，它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你超越的时间，这就是清凉大师所说的一念不生前后际断，这就是我们真正用功着眼的所在啊。那么在这里啊，就祖师又教给我们说，常应诸根用啊，而不起用想。当然我们在应用六根的时候，就是应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你这六根当你就是让你能够照见一切万法，你知道的各色法各音声啊，你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说你在应用这六根的时候，你眼睛能见耳能听啊，这一种作用就是前面所讲的圆明常寂照，这叫做正用，也叫做觉用，就是这个圆明常寂照。那如果我们失去了圆明常寂照，那么我们这个用就不正啊，那就是一种错误的起用。它错在哪里？错在我们有起用的想，起用的想。你起用，简单的说，你闻到花香，哎，你就被沉迷在花香的境界里面，你就起了贪爱，你沉迷在这个美食里面，你的味觉啊，
就起了这个贪爱，这就是起用。所以说你在应用六根的时候，不起用想啊，不要去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啊。就是说，你分别刚刚讲的，你分别这个这个花香啊，知道这个香味，你分别这是什么香？这是玫瑰香啊，这个是薰花，薰衣草香啊，或什么香啊？这就是你分别一切法，就是说你在用六根的时候，你有起这个起这个用，你有产生分别。大经里面常说的，诸佛如来善分别法相，这些。诸佛如来，他对一切万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善能分别一切法，但是他这个分别是为众生来分别的，而不是为自己分别的。这叫做善分别。我们这里讲的善分别，其实它就是不分别。那这个分别与不分别，本来是一不是二。对于自己来说是决定没有分别自己这个心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分别是对众生来说的。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所以有感，当然就是佛起这个。分别心但这个分别是为众生来分别的，为了要教化众生，才有不同的分别所以我们都知道，对于佛本身，他这个心是清净的，他是本来无一物。别人来问，随他的问。才起了分别就是要了佛为了要摄受众生当然就是要对于众生的疑问，他要给他不同的教法，就是说众生因为有病，有不同的病我们都知道这个病八万四千种病佛用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所以佛的分别心是用来对治众生，来帮助众生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说，虽然对佛来说，他众生有感。佛就有这个分别的应，所以说他这个分别是从无分别里面升起的分别，所以说分别跟无分别是一不是二，因为你自己的确并不因此
有起心呐、啊，哎，没有动念呐、啊，哎，没有执着啊，而为一切众生分别种种法相。所以各位观看我们的儒家孔老夫子啊，当然他是讲的都是世间法，他不讲出世间法，所以说孔夫子他不与怪力乱神，但是他对他学生的疑问，他也是因材施教。他看你这一位学生，你的病根在哪里，他就给你一个适当的开示。对于不同的弟子，问他什么叫做孝，那他也是有不同的讲法。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佛啊，我们世尊啊，他对于众生，他要来教化众生啊。他自己本身不起分别想啊，他对一切众生都平等啊。但是这是他没有分别心啊，对于众生要来啊求教，众生有感啊，佛就有应啊，他就用不同的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你的病啊，病根啊，来啊帮你开示啊。所以他是自己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执着啊，而为一切众生分别种种法相。所以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从他30岁、他在菩提树下啊觉悟啦，他讲经说法49年，这49年啊，他讲经300余会啊，这就是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所以我们都知道世尊在世，从小圣而大圣，这49年的讲经说法，他是分别一切法，对于一切法门，他是可以说用84000法门在教化众生。那可以说他不起分别想，所以说他的自心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说佛是他常住在大定之中啊，我们所说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也就是世尊他这个在菩提树下开悟啦，那他的这个心啊是常在定中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心就从来没有起一个念头啊，从来没有一个分别想，他自己一定要住在真如本性当中啊，他讲经说法是不离真心本性啊，
它是从自信启发来度化众生啊，他自己就定在这个真如本性当中。他为了帮助这些还没有破迷开悟的众生啊，啊，就是啊，就从这个清净心里面，也就是说，从这个真如本性啊当中啊，再变现出八识五十一心所为他所用，就是说我们这个八识啊，我们的四心啊，就是五识、六识、七识、八识啊，还有这个五十一心所啊，就是心所有法啊，它这些并不是自受用啊。如果是自受用啊，那你就是凡夫了。哦，佛当然不需要有这个八识跟五十一心所了。好，所以他自受用的是真如本性，是圆明常寂照，而他受用的是八识五十一心所。所以在这里这样子，佛就是以这个用自受用，就是自己的清净真心本性，他受用就是他用这个八识五十一心所来教化众生，而自己本身并不起用，不起这个啊。自心不起分别心啊，所以它是啊，体性上是圆明常寂照。那这个用就是对于众生的八识五十一心所，也就是有体有用。体就是它的自心，用就是用来度化众生啊。在这里底下六祖他还用这一段来解释，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啊来了解。他说：“结佛烧海底啊，风骨山相及啊，真常即灭落。”涅槃相如是。那在这里，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到这里，我们留待下次再继续跟各位说明这一个偈子。谢谢各位同学。